李爱国，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爱国。今天是中外美术比较课程的历史话的第五讲啊。 在上一讲呢，介绍了那个苏里科夫啊，《金美金菱形的早晨》。上一讲呢，在它的图形的分布，然后颜色、图形的分布，然后那个人群排列的啊，这种三大开合，包括重心啊，就是我们做了介绍。下面呢，就是我们再做再做一点补充啊。这个补充呢，就是那个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彼得大帝啊，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呢？尽管人的图形比较小，而且那个他的他的那个明暗关系也不是反差很大，但是呢，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是画面的一个一个那个最核心的人物。这个核心的人物是靠什么样的啊？呃，一种规律得到突出的呢？当我们现在沿着第一排和第二排，除了彼得大帝以外，我们就都发现呢啊，他们那个呃人物后面啊。 他们的背景都是处于一种和其他的被，呃，或者是建筑，或者是后面还有人物，就是图形与图形之间啊，相互之间，这都没有一块那个比较整洁的地方。那么，唯独在那个彼得大帝他的那个头像的后面，是一排非常洁净的这种那个宫墙的建筑，就是后面就是砖，干干净净。所以说呢，他的那个呃面部迅速的得到了突出。 同时呢，在这一个作品啊，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天空啊，这种白色的、白色的亮块儿。如果我们沿着它那个画面的右侧，一开始非常大，然后那个这个疏能跑马，这个有足够的长度，逐渐逐渐的呢，那么我们到了到了那组那个建筑上，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建筑上的每一个图形，它的几何形是不一样的，而且尤其是。 这个难能可贵的呢，就是在几个球体之间夹杂着几块非常非常狭小的这种白色天空的亮块，那么这种小块呢，于是使得那个啊彼得大帝头顶上的这种大块啊，使得那个产生了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所以那个这件作品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件那个非常好的作品。俄罗斯有两位画家。 啊，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是那个列宾，一个是舒里科夫，但是我认为呢，在那个历史化的方面啊，舒里科夫他做的成就最大，因为那个他的作品不单是厚重啊，因为那个厚重啊是一个作品的啊呃质量的一个那个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那个而且那个他的绘画呢，就是把那个俄罗斯的绘画和那个。 和那个俄罗斯绘画的啊民间艺术，和那个欧洲的绘画啊非常好的结合了起来。那么相比之下呢，列宾的，列宾的画啊呃带有着一些贵族气啊，就是那个但是在分量感上啊不如苏里科夫，啊这个局部我们看起来非常精彩，手的手持蜡烛的啊那种感觉，每一个人物形象呢啊都进行了那种在原有素材的基础之上都进行了改造。 所以说呢，比生活本身更强烈，啊，这是那个他的另外一件作品《女贵族莫洛佐瓦。这件作品的那个，据说那个创作的起因呢是，呃，画家看到了雪地上的乌鸦，一下子想到了女贵族莫洛佐瓦的这个构思。这件作品在处理人物形象的方面也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女贵族莫洛佐瓦，她的面部的处理啊，她的面部的处理从她的第一张写生稿。 那么到那个最后尾的这种那个形象的啊创作稿的完成的形象，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那个优秀的艺术家是怎样对一般性的形象那么进行提升、挖掘、改造，啊，最后尾呢上升为表现力非常强的艺术典型。啊，这是那个形象的局部啊，画得非常好。 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这个高高的鼻梁，哈、啊，这种拉长的，然后那个、呃、显得很高的鼻梁，再加上那个深陷的眼窝，这个是那个他的另外一件作品《缅希科夫在贝柳佐夫镇》。这件作品呢，画家呢，那么就是在这件作品的背景上，有着那个跟这个作品极其相近的这种那个写生，而且那个前面的。 呃，无论是小孩还是缅西科夫，那么那个他呢，呃，就是那个实际上画家都是啊直接啊选呃选了这种近视的模特，然后写生而来。这件作品呢，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那么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画面的构图非常别致啊，整个画面让人物呢处于一种暗部，然后呢只有一个非常狭小的小的那个窗户。 而且这个窗户漏的也啊，这个被人物呢，呃，这个呃呃某些地方进行了一些遮挡，啊，所以是恰到好处的，啊，突出了这种人物的啊，在阴暗的环境当中的这种特有的这种忧郁和那种压抑的感觉，啊，这个这个人物的形象处理，呃，这个的美感非常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呢，刻意的在眼睛的周围。 把眼睛周围的一些、一些那暗部给它刻意加重了，所以说呢，会使得那个眼睛显得特别有神。列宾，查布卢斯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这个呢，列宾呢，呃，你看列宾的，呃，你看这件作品呢，就是我们首先先看到，呃，中间的，呃，就是在第一排有一个迎面向我们。 这种那个射向我们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就说的那个一个那个光亮的一个脑袋，然后这个脑袋的刻画非常精彩，似乎我们呢就都能觉得这个人物就在我们面前。那么那个像这种那个就是靠这种动势加强纵深的感觉，在其他的几讲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呃人物啊，仍然是沿着一字长蛇阵这样的摆过来，但是那个画家呢。 画家通过这样几个、几个那个地方的处理，一个是呢人物有远有近，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原来应该处于水平线等高的，就是头顶的位置处于等高的，到了快中间的时候，就是有个一只眼睛，然后用手指着那个，使原有的一条水一条本该水平的出现了高低起伏的变化，再加上那个，再加上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几个兵器和那和那个高高举起的手臂，上面把帽子举起，于是呢一下子呢就使得这个画面从那个右侧，然后呢起伏起伏以后顺着枪一下子把重心接到了画面以外，然后呢再回来回来以后再再那个沿着手啊上面有个帽子，然后再逐渐逐渐的下滑下滑以后再向左侧发展。 这个这个画面呢，就是那个啊，表现了这种那个，呃，这个主帅，那么他和他的周围的啊呃，这种那个官兵之间的融洽啊，呃，官兵之间的融洽，显示出一种温度。那么他的那个旁边的这几位，有有那个文书，有那种那个这个这个不同的性格，然后因为这个可能是信上的内容或者是语言，每个人呢。 说那个体现出来的就那种这个这个笑的程度是不一样，有微笑啊，有那个比较深沉的，呃，那啥、个、也有那种大笑。这个特别是在右侧画面三分之一的那个大大红袍的，看起来有二百多斤的，那么他这种捂着肚子大笑的时候，甚至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肚子随着这个笑声一起一伏啊。这种那个表现手法呢，那么在那个呃，就是表现啊。 这种那个领袖啊，就或者是那个呃，这个那个将领和和那个周围的啊，这种那个这种那个和睦的关系啊，那么从某一个方面呢，是实际上呢啊，就是呢表达了啊，他们官兵之间的啊这种和谐啊，这种那个团结这种凝聚力。那么那个就是呃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从使得那个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有。 声望的人，但是呢，他们又同时兼兼备啊普通人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在那个列宁啊，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里面啊，比如说列宁是一个那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呢，在这个电影里面，通过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细节就完成了啊，使列宁又回到平凡，啊，而且呢，他似乎距离我们啊普通的人并不远啊。这段描写呢，就是。 列宁呢？啊，那正在和人谈话，啊，但是那个这个时候保姆啊，呃，临时要出去一下，请那个列宁帮着把这个奶啊，正在那个下面点着火的这个正在燃烧的奶啊，这个要要那个看好，就是不至于说的这个奶沸出来。那么列宁呢，谈着谈着话就忘了，最后结果奶沸出来了。当他发现这个奶沸出来的时候，恰好这个保姆回来了。 保姆一进来就是我的天哪，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那个令人生畏的列宁啊，但是那个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像一个乖孩子似的，一下子吓得跑到屋里面，然后那个扒开那门缝，啊，看到那个保姆啊，因为这个奶，啊，这个给那个烧废了，啊，就然后那个呃这个爆发的怒气，然后呢他在那块窃笑啊，那么那个这么一个细节的处理呢，就把伟大与平凡。 啊，那这个紧紧的啊抓在了一起，啊，这个画的素描稿，这个画的素描稿呢，就是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呃，如果是要是照那个现有的素描稿来完成的话，那么可能照我们后来看到的查布鲁斯人啊写信给土耳其苏丹，整个的艺术水准要差得多，因为那个这个画呢，就说、是、这上面，呃，上面和下面啊，如果我们把人物整个的外轮廓连线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啊，是一个长方形，整个它的轮廓过于呆板。但是呢，到了完成稿的时候，那么这些的、这些的东西都给它避免了。这是那个小色稿，色稿。那么色彩稿呢，常常是对于一件作品，呃，在意境和作品的最后效果上，色稿是极其关键的一步。 如果这个设稿要是那个啊画的不太理想的话，那么就足以使你从最开始的构思、小草图啊、大的素描稿啊，还有呃包括之前的收集素材啊，所有的东西努力都打了折扣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这个设稿呢，跟后来完成的啊基本上是很接近的，但是在构图上呢啊，它不如最后完成的。那么做了哪方面的改动呢？尤其是。 在距离我们最前面的一个人，如果是以现在掐着腰这个方向和那个一下子啊，这个我们完成稿的时候，距离我们头最近的啊那一个啊伸向我们的那个人物啊，这个相比的话，那么这个画面呢啊提高的幅度就非常大，而且呢这张画上面的天空的位置、啊，呃天空的位置显得过大，显得过大以后呢，于是显得人在人的比例。 反而就缩小了，这是那个非常接近于完成稿了，非常接近于完成稿了。只不过把右侧的右下角的这个人物给去掉。伏尔加河的纤夫，伏尔加河的纤夫呢是列宾的代表作。这件作品呢不单在构图的形式，而且在那个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那么取得了啊这种那个非常好的啊这种成就。伏尔加河的纤夫呢，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当千夫行进的时候是沿着一字长蛇阵，从画面的右侧向左，或者从左向右，那么可能呢就都都不会有那个现在这样的效果好。现在呢是那个你看，基本上是在画面的深度，然后一排呈斜线，呃，由远到近这样的过来。那么在那个你看这张画上，这张画上我们看到那个在组织人物的时候，组织人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右侧的。 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低着头啊迎面向我们走来的这个人物呢，这个人物成为那个他是和整个的整个的这样的那个人呃人群呢，他是分开的，分开以后接着他的那个左侧，左侧一二三四五成为那个第二组，成为那个第二组人物，然后那个前面的四个人物成为第三组，那么就是的那个一比五比四。 但是在整个的整个的画面上呢，它的那个长度长度上又不一样。第一组四个人物呢，虽然很大，但是它所占的长度呢，要远远小于第二组那五个人。呃，最后这个人，最后这个人呢，我们发现似乎是迎面向我们走来，就是那个从正面向我们走来，而其他的人物呢，似乎都是在向那个侧前方走。这个正面向我们走来的，它在构图上的意义特别大。 因为那个他是在于给我们暗示啊，这个人物呢先向正面走，走完了以后呢，就接着那个啊，这个他临近的那个人物，然后呢就再接着向那个侧前方走啊。于是呢就给我们暗暗示出来这种那个纤夫他的道路啊，这种坎坷啊，这种崎岖不平和那个坎坷，在在前面的那个在画面的右左侧的。 左侧的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第一个人物，画得特别厚实啊，那个头型基本上成方的，而且那个呃极其朴实，极其朴实。这个形象呢，呃，使我们，呃，使我们一看呢，啊，就是那个这个形象本身就非常震撼。这个形象，那么它是代表着俄罗斯人的这种朴实。他的右侧，他的那个右侧呢，就是在他的身后，似乎有一个那个。 呃，这个鼻梁比较高，戴着墨镜，然后那个叼个烟斗的，这个高鼻梁恰好呢，实际上是象征着俄罗斯人的智慧啊。于是那个这两个典型人物就把那个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最典型的特质啊，就给交代了出来。从那个画面的左侧，我们再再查一二三四第五个人。 画面的这个这个十一个人呢，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往那个十个人是向前使劲儿的，但是唯独是呃这一个穿着红色的袍子，有点发灰红色袍子的，而且是个年轻人，他的皮肤较白，啊，从这个那个皮肤和那个形象的刻画上，我们试图觉得这个青年呃似乎他的文化程度显然要比其他的人要高，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 那么他呢？啊，呃，唯独他一个人啊，在那个试图啊，向后，然后努力摆脱啊，套在他身上的啊这种那个沉重的啊就这种带着，试图把它给挣脱开。这种呢，恰好是体现了啊这个呃这个十月革命以前，那么俄俄罗斯人民的觉醒和反抗精神啊。所以说呢，那啥，这一幅画呢，在表现内容的深刻的方面。 啊，用那个十一个人物，然后把一个民族的心理啊，给那个比较好的揭示出来。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图形啊，它的图形。图形的话呢，就是、说的从左边，如果我们沿着它的外轮廓，这种那个高低错落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啊，呃，每一个图形它的面积角度都不一样，然后那个呃，或聚或散。 而且呢，就是我们会那个画到第十一个人物，我们再接回来，我们会发现，甚至连腿，每一呃，在那个腿的这种空白的地方，各种夹角大小都不一样。而这种夹角，它的这个这种夹角，实际上呢，它是那个最能够看出，那么就是艺术家在处理人物。 处理人物时候的那种那个能力和水准，所以说那个这件作品呢，是一个在那个啊，无论是在那个构思、表现技巧，一直到内容啊深刻度，那么都是啊，堪称为世界上一流的历史画。这个许多作品的啊这种小设稿，或者是他的那个草图啊，中间的一些那个写生啊，对于我们了解一个画家他的这个创作轨迹啊，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啊，这是那个呃，应该是，应该是开始时候的这个小设稿兼构图。如果要是那个列宾要是按照这个稿子画起来的话，那么就没有后来的那个伏尔加河的纤夫了。一番雷帝杀子，一番雷帝杀子呢，就说的当那个剧烈的争吵，那么那个突然开枪把儿子啊头击中。 然后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血顺着太阳穴那块一下子涌了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被吓坏了，那么他试图着用手就来捂住这个这个那个伤口，但是无济于事。这个时候呢，儿子那么那个显得异常温顺，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试图把身体更向他父亲那块靠近一步，然后呢。 以让父亲的那种啊是这种那个心灵得到慰藉，所以说对于人物的啊他们那个呃这种那个内心世界的这种这种把握啊，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的艺术家啊所很少达到的。这是那个鼓动者被捕，鼓动者被捕，显然呢这是一个革命者。那么那个你看这件作品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每一个人物他的那种身份，呃那个。 反映的都非常准确，反映的都非常准确。这是鼓动者被捕的，呃，那个素描稿。那么那个无论是列宾还是苏里科夫，我们会从他的那个小设稿或者素描稿的，呃，我们都会啊得出一个同样的啊呃发现，就是说他们所有的啊。 呃，这些那个素描稿或者是小设稿，最后完成的稿子，那么都是要超过他原有的。那个这件作品呢，是是那个俄罗斯的另外一位呃艺术家。那么那个俄罗斯绘画的这种厚重啊，这种厚重浓烈啊，这种感觉，这个这个呢是和那个法国的绘画和意大利绘画这个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蒙古骑士。 蒙古骑士是我在那个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在中央美院那个研究生期间毕业创作。那么那个呃，这一年的时间里，大概完成了两张历史画啊，和那个呃另外另外的三四张啊小斧的工笔作品。蒙古骑士呢，它主要是表现表现那个蒙古人西征啊。这个呢，构思是起源于一首古老的蒙古军歌。 这个军歌呢，就是说，呃，这个当时蒙古人还不知道天边，啊，呃，这个地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们就知道一直啊向西打，啊，那么那个到了大海海边，然后呢就是到了天边，然后用海水的，呃，海水洗净那个马蹄上啊这个上面的尘土，然后再向东返，啊，簇拥着成吉思汗的金帐。 那么这一幅画呢，就是采用了一蒙太奇的手法啊，把那个蒙古人他们那个远征的许多地方。另外一个呢，特别是这右上角，那么蒙古人呢就说的他那个靠着不多的这种那个军队，这个横扫欧亚大陆。许多那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主要是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像从天而降。那么在那个宗教上呢，是那个啊，像基督教世界啊。 呃，等于是那个挑战啊，呃，下面的呢就是那个画的那种啊，就是他们似乎站在海边。这个前排的两个人的形象，就这两个人的形象呢，呃，你稍我觉得这个选的是比较好啊。这是在那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啊，在那个蒙古人啊，实际上那个这个资料的图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在那个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形象。 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那种原始啊、原始的那种感觉粗犷啊，现代人呢随着生活的改变啊，呃，那个已经已经那个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铁流，铁流也是同样表现的是蒙古人西征啊，这幅画呢尺寸呢大概将近五米。 那么那个这一幅画呢，就是呃这个表现的是那个从来没有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的表现蒙古人，一个蒙古兵三匹马啊，骑着一匹，然后带上两匹备用的，然后呢在那个呃行军当中二十四小时啊日夜兼程。那么马跑累了呢，就在那个马奔跑的时候，由那个一匹马啊腾空，然后跳到另外一个马背上。 这种表现呢，就是那个在画面右上角的那个人物。那么蒙古军队的组成，有那个啊，有那个有那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来组成。实际上，真正的蒙古人他所占的占的那个比例是很少的。然后其中的马匹，有那个俘获的阿拉伯马，啊，有那个蒙古马呢，在那个行军当中啊产下的小马驹，啊，有蒙古人的军粮。 啊，上面就是那个啊，那个呃，羊头啊。那么就是那个，在他的那个尖兵啊，尖兵的部分呢，一般的都是铠甲啊，铠甲比较好，装备比较好。那么在在靠近那个指挥系统的旁边是他的那个卫队，所以那个就是那那个，尽管上面只是十几个人物，但是呢，实际上呢，把那个蒙古军队的这种组成，他的一些作战的啊，作战的一些规则。 那么就是特点啊，给反映出来了，特别是冰原方面啊，冰原方面在那个右侧的啊右下角，我们看到一个那个老人，蒙古的那个冰原缺乏，所以说呢，十四岁以上的儿童到那个六十岁以下的老人啊，基本上都是需要从军的。呃，这个画面呢，在构图上啊，吸收了那个汉代画像石的特点，所以说呢，去掉了透视。 那么整个三排，呃，人物和马平行线的展开，因为那个去掉了透视以后呢，你可以同时以同样的精度来刻画啊，这个每一匹马，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那种透视关系，就是近处大，远处小，近处实，远处虚，那么就是那个不能够很充分的把每一匹马或者每一个人都刻画的比较充分，而且呢，这个选取的是雪天，啊。 太平军占领南京是那个一九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七年，呃，那个呃，这个我刚刚完成那个前面两件创作以后，接到的军事博物馆的定件，嗯、呃，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我还没有啊，那么那个去过南京啊，或者是对太平天国啊，就是那个史料啊，这个呃，似乎是第一次接触，但是那个实际上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啊，因为那个在此之前，呃呃，我我已经那个大量的从一些文学作品、小说，包括评书啊，对于那个太平天国的这个他的将领的特点、组成，然后那个不同的指挥官的年龄啊，他的装备啊，所以说这张画呢，这个创作起来非常顺手啊，大概前后就是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啊。呃，它藏于呃中国军事博物馆，呃现代战争馆啊。 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儿啊，谢谢。